生日嘛，有没有送什么礼物给老婆？生日啊，他、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都没有不用什么生日就送什么，都是。冯东伦才这样说完没多久，到隔天晚上就送给舒淇一个大惊喜啦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他为刚过48岁生日的舒淇准备了一个秘密派对，顺便庆祝结婚周年。而舒淇19日凌晨在 Instagram 秀出现场甜照之外，更写下：这场如同不清喜宴的生日趴上，邀请了众多演艺圈好友们。冯德伦除了播放亲自剪辑的《相识24年》甜蜜生活影片，也难得吐露对舒淇心动时刻，赞叹她是心目中永远的美神。大家今天看到合影是谁？